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能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经上说，万国啊，你们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我们下面开始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第103篇第一到第四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下面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的凡夜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也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的和能的道，他的慈爱也和能的深，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
是我的神。请坐。第二首我们请唱《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就如同诗歌所唱的，主啊，我们一生，主啊，都是走在蒙福的道路，谢谢你在千万人中亲自的拣选我们，也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我们，主啊，承蒙主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有荣耀尊贵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儿女的主，我们真是谢谢你。每当我们打开圣经读到诗篇103篇的时候，主啊想到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主啊我们一生一世都要称颂你，我们的罪孽，一切的罪孽都蒙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个疾病，是吧，都被你所医治。不但如此，你还各用各样的美味，使我们，是吧，能够如愿得以知足，就像老鹰一样能够返老还童。恩典的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也恳求你，真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是吧，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像明光照耀，与所蒙受的恩典相称，更让在这个末世的日子，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警醒祷告，是吧，更加能够把主的福音能够传扬，是吧，我们特别为我们脚踏之地的美国继续来祷告来守望，是吧，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就能够举起手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求圣灵是吧亲自的引领掌管，让他们有凡事敬畏神的心，也恳求你主啊让我们脚踏之地的美国，主啊让有一个属灵复兴的大的复兴，主啊让人人主啊都能够归向你，
而你的主也把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交托仰望在你大能的手里，好让他们将来能够承担使命，主啊，能够继续的让我们一生一世世世代代，主啊，都能够侍奉你服侍你。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为软弱的肢体来祷告，尤其是最近这季节的变换，许多人感冒生病，尤其是小孩也传染到大人，而你的主就恳求你亲自的医治，主啊，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小孩子恢复上学，大人恢复工作，更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主啊，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一起把荣耀颂赞，主啊，一起都归给你。恩典的主，我们也向你恳求，也恳求你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宝座，主啊，也借着主啊你的仆人传讲你的话语，借着圣灵把你的讯息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信心得以坚固，更加知道如何能够为主而活。求主使用我们的一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与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下。下面是我们朗诵起因经文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那我们一起来诵读。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浸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恩典。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我的心在面昏黄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么今天刘威利医生会给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约拿的祷告。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也祝你们在主内平安。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这个时候就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位敬畏你的心，来到你跟前来赞美你。求圣灵同工自由运行，是听的跟讲的都在你的恩典里面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约拿书我们在以前第一讲我有讲过，第一章就是有关这个约拿本身，先知约拿本身，他那个时候蒙神的这种的呼召，要他到尼尼微城去传讲这种审判跟悔改这个信息。约拿只觉得说这是不合他这种 的想法，所以他就要到这个他施这个地方去，这偏远的地方去躲避耶和华。
啊，然后他就在海上这船在航行的时候就碰到风浪，然后他们就知道说这个约拿就向他们说，这个风浪是因为我背逆了上帝所引起的，你可以把我丢在这个大海里面的风浪必定会平息。他们就这样做，然后耶和华我们上帝就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大雨把它吞噬下去。但是第一章说那个时候他就好像向神说，我辞职了，我不做先知了，如果你要的话拜托你请着阿摩斯的先知，他有这种责备以色列罪在中的恩赐，你可以请他到尼尼微城去责备亚述的民族，有这种的意思。虽然他没有讲，可是他用行动来表示说他不再做这个先知的职分。现在是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章、啊、因为他被鱼吞下去。他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的信息之前，我想要需要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述说先知约拿那时代的历史背景。有一段很长时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有士师来管理，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求告神为他们拣选设立一个王，终于神就透过这先知撒母耳为他们设立王朝，这个是就是联合王朝时期的开始。在他们的历史上，以色列民终于有一位君王来统治他们，来管辖他们啊，把这十二支派统一起来。啊，这个联合王朝啊，共有120年的历史。经过三个王朝的执政，各王朝掌王权有40年之久。第一位王是扫罗王，第二位就是大卫王，然后第三位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任，他有40年时间。所以这120年的期间，这年是以色列国最兴盛、最辉煌的时期。有神跟他们同在，国家强盛，国泰民安。可是好景不长，所罗门王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北国跟 南国、啊、北国是由以色列十个支派联盟组合，由亚罗伯安做王，取名做以色列国。南国由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由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做王，取名做犹大国。所以两个，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就是这个叫做犹大国。在那个时代，神也为他们两个国家兴起了这先知，为上帝这个代言人。这个约拿就是神所呼召的在北国以色列国中期的时代的先知。那个时候同做以色列国的先知有阿摩斯，也有何西亚。以色列国维持差不多205年，最后就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吞灭。南国这犹大国这维持到340年，然后在主前第586年的时候就被巴比伦吞灭。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在这个世界的历史的舞台上就消灭了。直到等到现今1948年，感谢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奇妙，神的大能作为在这边彰显出来，以色列国又再建立起来。有关这个约拿是谁呢？约拿这个先知是西布伦的支派加利利神加特西佛人，是亚美
泰的儿子，他生于主前770年，他是在以色列国亚罗伯安二世统治期间神所呼召的一位先知。他曾经预言说亚罗伯安二世要收回以色列边疆的地啊，真的这个后来这个预言后来应验啊。这位先知这个约约拿啊，他的教导他的预言对当时的以色列带了很多的祝福啊。关于这个约拿的使命，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时候就记载说，那边记载说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的面前。你要先讲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必倾覆了。啊，当这时候，这约拿听到这个命令哈，他觉得非常稀奇，非常伤脑筋，是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呼召，所以他真是不以为然。他不愿意束缚神这种的呼召，他刻意的就是到偏远的地方，到他斯啊这个地方去。这他斯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这他斯是现今的西班牙的西南岸的一个海港。神要他往东北去啊，去尼尼微城有差不多800公里 的路程，可是他却想要从西方的逃掉，换作反方向走，他就从这个约派那边的海港坐这个船要到他西，这个他是离开啊这个地方是差不多有3200公里的海路。这个真的是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然后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约拿选择不顺服耶和华的呼召，前往这尼尼微城去宣讲悔改审判的信息呢？我相信他不是因为胆怯，因为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两次，他是一位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有两次求死，还有他在船上的时候就建议说把他抛在这个海中，是风浪就会平息下来，全船的人就可以得到平安。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有那种错误的很狭窄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操这种 的操作。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的分子，当时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亚述国啊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这种民族，是以色列国最大的仇敌，他们经常举兵来欺压来杀害以色列人，抢夺他们的家产，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所以呢，认为这尼尼微城如果是要神要灭亡把它灭掉的话，这是理所当然，是天经地义的这事。他这种狭窄爱国的这思想真的是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铭刻在这个约拿先知的心中，所以他不肯顺服神那个不可思议的命令，他宁愿死，他也不愿仇敌被拯救，仇敌被兴旺，祖国反而灭亡。因此这个约拿的爱国的心更强于顺服上帝的心意，那仇恨这种敌人的心过于体贴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再回来来进入约拿书的第二章，这章是一篇的祈祷文，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在肚子里面跟神的交通，跟神的对话，或者在他跟神的懂得祷告。所以我们
盼望从他的这个祷告文祷告文里面可以借助圣灵的懂得的亮光，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属灵的教导。信心祷告，神必垂听。我们一起来共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请。约拿在以弗中祷告耶和华，约拿在祷告的时候，他还是在一度里面，暗无天日。你可以想象说，他被这个一度皮被压住的，又浸泡在那种强烈浓厚这种的消化的液体中掺杂了许多这些部分被消化的小鱼，这空气是充满着鱼腥这种的臭味，还有缺乏的氧气这个死亡随时可以临到他身上。可是就在这个极痛苦极其恐慌的这种 的瞬间，他竟然可以有肯定的也有把握的对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复听我的声音。甚至他说在第六节，你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虽然说他还在这鱼的肚腹里面受煎熬受痛苦，可是他在这个信心中，他深深相信神听他的祷告，神听到他的呼求，神会做拯救的工作。如果你看这个十节当中，这约拿的这个祷告没有半句的怨言，是都是用正面很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他的问题。为什么约拿在这种痛苦之中哪有这种的心态？我想是因为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约拿承认也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的信念。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坚定信心，知道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他听他的祈求。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在阴间的深处呼求神，他承认他的过错，愿意在仰望神的信实，仰望神的恩典跟他的怜悯。同时在他信心中，他也深深的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说他的声音已经达到神的殿，他在呈现在神的面前他也相信说神会拯救他。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不过是对空气而说话，他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就等于对神的全能全知全在这种属性有疑惑，疑惑会磨杀我们祷告的功效。我再说，这疑惑会磨杀我们祷告的功效，等于神就不能随听我们向他的呼求。这边有这个 一段的经节，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有这样说，请大家一同来共读。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攀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这边能清楚地讲说，如果你心里有疑惑，你的祷告你的需求，你不要想说会从主那边得到什么。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祷告是一点都没有功效。你可以拿一瓶的这种空瓶子就放在这水龙头的下面，如果你的盖没有把它开起来的话，就是水一直冲下去的话，就是一天两天没有一滴水会跑到这个空瓶子的里面，
同样这跟我们祷告是都是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需要凭着信心敞开我们的心门啊，说让这神的这种赦罪的恩典，这应许的祝福拥有啊进到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弟兄在非洲侍奉啊，他做一个见证说，有一次那边大闹旱灾，很久没有下雨，就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基督徒晚上就到教会去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求神下雨。就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第三天的过去，到了星期天晚上啊，当他们聚会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祷告，开始打雷，然后倾盆大雨下来，大的到这个程度，人都不能回家去，因为那天晚上就没有一个人带雨伞来，只有一位带雨伞，因为这个人就有信心说神就会听，所以听他的祷告，神就因为这个人的信心把大雨赐下。今天我们许多神的儿女的祷告，盼望等神就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一个人的祷告要蒙神的垂听，要蒙神的悦纳，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信心，第二个条件是信心，第三个条件是信心。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节到第四节，被神驱逐，人仰望神，请大家一同来念这段圣经。我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约拿深深地知道神是创造沧海天地的神，他有权柄，也有这种能力叫大海兴风作浪。虽然船上的水手是把约拿抛在这个海中，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安排。在第四节里面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清楚地明白，因为他做先知，他又背叛神，又抵挡神，又背逆神的呼召，拒绝肩负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被神赶出，就被神弃绝。他承认他的过错，必须向神负责，求神的赦免。他也接受神对他的管教，是神将他驱逐到从船上驱逐到海底，又从海底进入到这个鱼的肚腹之中。约拿虽然被驱逐，但是他说他仍然要仰望神的殿，换一句话说，他是要紧紧地抓住神不放，正如小孩子被父亲遮挡管教的时候，就抓住父亲的大腿，紧紧地抓住不放，让父亲舍不得再打下去。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好像神已经离开我们，好像神是掩面不看我们，我想这个是对基督徒最痛苦的时刻。我们有时候要好好地审查我们自己，如果真的是我们做了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比如来说在背后有恶意来论断我们弟兄姐妹，或者人有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要怎么饶恕，怀恨在心，我们就要开认罪悔改认罪啊。约拿书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悔改，每一章都出现悔改这两个字。你看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全船的人都悔改，第二章就是约拿
啊，在一肚子悔改。第三章看见说这全城尼尼微的全城从上到下君王到伯贝的这对就是申诉他们也的悔改。第四章又讲到耶拿在城外真实的悔改。我们的祷告必须先有这种在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是不是有与人违宪的罪啊，我们先要认罪，我们 的祷告才可以毫无拦阻地到神的施恩的座前，我们祷告才能被蒙垂听有产生的果效。经上有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罪是我们的祷告有难阻，好像一个水管，如果里面有脏东西塞住，水就不能流通。当我们心中充满着埋怨，充满着苦毒，充满着这些 不喜欢的事情，那我们心就没有空间可以容纳神的恩典的地方。第四点呢，接受神的管教，蒙神的拯救。第五节到第六节，请大家来读这段的经文。主虽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潮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知道自己面临死亡的边缘，他向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倾心吐意的陈明他内心那种实际的种的感受，真正的这种痛苦。约拿向神认罪，描述他自己的罪所带来这些苦楚，好像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诸水环绕我，就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潮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说这些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痛苦，神也借助这些的苦楚成为他的管教。耶拿是一位蒙神选教的先知，他是一位对神有正确认识的人，他知道神的管教是带着爱，他要我们回转到他的跟前去。对希伯来书也有这样讲，这节经文十二章五节到七节，请大家一同来念。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为着神的管教来感谢，因为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神的时候，他没有任凭我，他没有放弃我们，他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回转到他的身旁。在圣经也教导我们对这个神的管教应该有两个重要的种的态度。第一就是不要轻看，第二就是不可灰心。神兴起风暴来管教这约拿的时候，那个时候约拿是轻看神的管教，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外面上面船上的有狂风大作，船几乎要破裂，圣经这样讲。约拿呢，那边在船上很多的水手
就这么丢，把这货柜丢到海中去。每个人在船上，这些水手跟这些人员都呼求他们的神，呼求他们的偶像来拯救他，可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啊，基业拿呢，这个人他就下到这个船的底舱躺卧，就沉睡了，不管是外面的大风作浪，他就都不在乎，你知道。最终这船主就找到约拿在那边沉睡，就叫喊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后来他上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对这些水这些工作人员，这向他们说，你们就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所遭这个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啊，就这些水手啊，最终也是把他抬起来，就丢在这海中，真的这个海中海浪就平静下来。但是那个时候神也是为着约拿一被一条大鱼就在那个时刻把它吞下去。我们都知道约拿在一度里面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说，从头到尾约拿都没有说祷告啊，到这个边你想他什么时候祷告呢？这篇的祷告文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开始出现了。我想不会在第一天，因为第一天他我有可能还是神志不清，因为他被抛在这个大海中，叫风浪那么大，这风浪的威力是很强，被这个风浪所打击，所以会被吞下去的时候，有可能他是已经迷迷茫茫半点的昏迷一样，也可能不会第二天他还不肯悔改，也不肯祷告，死就死吧，这是他的态度。但是神又不准他死，所以这个时候唯恐第三天，我想第三天他才祷告神，才呼求神，因为他轻看的管教，他在这鱼的肚腹里面辛苦了两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第二，我们就不可灰心。我们在这个约拿这个人，他的这顽固任性这种性格里面，他有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他对神没有灰心。第四节说，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七节这样说，我心在我里面划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约拿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他说，我虽然被赶出去，但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的祷告乃要达到你的面前。不灰心才能有所得。我们基督徒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东不要东张西望，我们要专注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何处跌倒，我们就靠主恩在那个站立起来，继续勇往向前，走到主所指引的正道上，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这样我们才达到我们的目标，才得到我们的长享。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当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遭遇到困苦的时候，也知道这些是出于神的管教，那我们就放心，并且要感谢他，因为这是证明说我们还是神的儿女，神还是爱我们，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会够我们用。当我们认出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困难，
啊，也知道说这些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有这种的知识啊，这种的啊知道，我们心中就不会有苦毒，我们就不会埋怨，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允许的这些的难处，是因为神有他的美好的意思，也是有可能为我们的好处。另外第五点就是要感恩许愿，我必偿还啊，这边有第七节到第八节啊，起身来念啊，这段是经文，请。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虽然约拿还在你的肚子里面遭受痛苦，但是他借着他的信心，他深深的相信，因为他的祷告，他的认罪，他的悔改，并接受神的管教，神也已经赦免他，他也知道说神也接纳他，神也会拯救他脱离这罪的捆绑，扭转他那种顽固自我背叛这种心态。他也相信神会救他脱离这死亡拯救的工作，他也知道说已经在展开进行。约拿在业界指出那些侍奉虚无之神的人，他没有真神的爱，没有真神的怜悯，是何等的可怜。因此他更加的体会到神的恩典，所以他存着感恩的心，并乐意在神的面前来许愿，来献祭献祭。当一个人感到他真正是无助的时候，走投无路这种的光景才能献出真正的祷告。约拿在耶的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他知道他是已经来到人生的尽头，他就开声向神呼求，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力气怜爱他们的主。第九节说，当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第十节我们就看到神听了他的祷告，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从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九节这样说，约拿对神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请问约拿向神许了什么愿呢？我个人相信约拿一定向神说，神啊，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我愿意去尼尼微城传讲你的信息。神就命令大鱼将他吐在旱地。这个经历，这可以说不就是我们的经历吗？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走到这个人生的绝路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向神说，神啊，你这样这样做这样，我就这样这么来做。换句话说，如果你拯救我脱离这个死亡，或拯救我脱离这种 的困难 的患难的时候，我就一生要侍奉你。如果你把我带领出这困境的时候，我就要多奉献给你。在圣经上，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也有描述一位神的仆人，他有这种心态，就是雅各。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
20节到22节，有关于这个感恩的许愿，我必偿还。啊，这雅各的许愿这样说，请大家一同来攻读。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是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比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比做神的殿。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这个许愿里面，雅各你看都是好像很自私，好像自我为中心啊。可是我们的神是很有慈爱的神，他就听他的许愿。在这个许愿里面，这雅各就要求神做两件事。第一就是跟他同在，保护他，使他有吃有穿，这个是物质上的懂得祝福，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生活上的懂得的祝福。然后第二就是要神保护他，跟他同在，而是他平平安安地回到的父家，他需要神的保护，这个生命的祝福。换句话说啊，雅各对神说，如果你是我在这个生活上或物质上跟生命上祝福，我就答应你三件事。第一，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第二，我要为你建圣殿；第三，我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神就这样接受他这种的许愿，因为神这个恩典有怜悯的神。虽然这个雅各在这边啊所要求的真的有自我，用真的是有这种自我为中心啊，他也听见。所以20年以后，我们知道雅各得到很多的牛群、羊群、仆人，一家大小都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迦南地。20年来，神跟他同在，保护他，祝福他，照顾他。我在查别的这种圣经的这种的圣经的解释，雅各真的是有还愿啊，他也有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以扫啊，然后他也是啊，但是啊为神啊这神就成为他的耶和华。当我们在绝路的时候，当我们奉献这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向神求，因为我们的人的这绝路，神就会开路。你向神所许的愿，有件事我们要注意，就是许愿后一定要偿还。如果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5章4节到5节，请大家一同来共读。你向神许愿，赏愿还可以延迟，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心愿应当赏了。最后，救赎的恩典来自上帝。第9节到第10节啊，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整个的祷告啊，就10节的经文里面就没有什么跟神要什么东西哈。在他的信心中，他看见神是创造沧海天地的神，他是施恩典，他是施拯救的神。他也明白蒙神赦罪、接受救赎的恩典后，应该是献上感谢跟赞美来侍奉他。约拿的祷告的最后特别强调，他说整个这事件的过程跟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拯救，所以他最后就欢呼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句是一个感恩的欢呼跟见证。约拿祷告是非常的优美啊，在这篇祷告文里面，他引用了许多诗篇的
美丽的这种诗词，来表达他在一度福里面那种的感受，在一度福里面这种的认罪悔改，接受神的管教。他期望在神啊拯救以后，他献上的感谢跟许愿。这个祷告文显示出约拿对圣经非常熟悉，特别对诗篇啊，所以他能在患难当中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安慰。期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像这约拿那么熟悉神的话语，把神在圣经上的话语昼夜思想，牢记在心，或者藏在你心里头，在患难中，在忧伤的时刻，这些经节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在我们蒙恩得胜的时刻，用神的话语来感谢他，来赞美他。第十节这边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我知道约拿在鱼的肚子有三天三夜的时间，我想是非常不舒服，非常辛苦。其实如果是不是神的保护，他是已经死掉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或者被部分被消化掉，皮肤完肤啊这种的情况。我想这个鱼也是非常的痛苦，他吞了一只东西，也不能把它消化掉，有些胀气，我也很懂的问题。我想你大家有时候有吃的太多，也有这种感觉，何况有这个约拿在他的胃里面，真的是不舒服。可是这条鱼非常听话，神叫他把它吞出去，吞进去，他就把它吞进去。我想神也吩咐他不要把它消化掉。三天，他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个人呀，所以这个鱼是非常听话啊。然后啊，这个神就是要他把约拿吐出来的时候，这个鱼也要在游到一个旱地的地方把它吐出来。所以我觉得说这鱼是非常听话的人。很可惜我们做基督徒啊，有时很少懂得要听神的话。当约拿被吐在这个旱地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知道约拿心中这种感受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说他要去哪里啊。但是我们知道约拿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想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多多少少也有碰到很多这种患难困苦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事情啊，是不是有被神改变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为着这些，因着这些的患难啊，得到一种翻转？所以这产生一个更丰盛更成熟的生命。因为借着这些的事件，我们的生命反而必更加成熟，更加丰盛，更加荣神益人，这种的生命出来，这个是我想是最重要的一点。最后啊，是有关啊约拿啊的事情。当约拿以为他被丢在这个狂风骇浪的海中，必定是溺死在这个风浪里面，但神就为他安排了一条大鱼，保全了他的性命。神就给他一个全新的开始，是约拿能从这个悖逆跟管教转变为这种经验，转变为悔改跟献身的经验。当我们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要像约拿一样，靠着信心来求告神，深深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遭遇的患难
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来的，那我们就必须像约拿一样认罪悔改，谦卑下来，接受神的管教，匍匐在神大能的手之下，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必然临到。当我们在这个患难痛苦当中，能确定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管教，那我们可以放心，因为在他的同在跟他的应许之下，他会陪伴我们度过这死荫的幽谷，出黑暗入光明的光的境界，我们就以感恩赞美献上。当我们在患难的跟管教的里面，神如果再次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好像约拿一样，那我们要存着感恩跟赞美的神的心，顺服来成全神的旨意。最后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懂也不会祷告，所以在你的恩典中，你用约拿做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困境的风暴中仍然能够信靠顺服你的旨意。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刘医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下面我们用《他能改变》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愿我们可以从约拿的故事当中学习到，在困境中、在绝境中，可以学习依靠、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他能改变》，我们唱两遍，唱到第二遍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花枯萎甘甜。
眼未看见之前，它已开始，它已运行，它正在成全。阿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真是感谢神，这是你把这恩典放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可以到你那里来，来求告你，在你的殿中求告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这是我们愿和你这是成为一体，这是我们愿在这世上替你去做眼做光，跟随你。主要这次也是感谢你，你一直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让我们不知缺乏，这我们愿意把你给我们的一部分放在你的脚前，用在这圣工上面，也求你给我们服侍的同工有你那里来的智慧，来妥善使用这样的奉献，为神的福音的施工做出我们微薄之力。主要我们也是这是感谢你，这是一直保守我们，我们把我们教会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是我们愿跟随你，我们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们下面唱三一颂，之后请牧师祝祷。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并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坐下。那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那么，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那请你站起来，我们向大家介绍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中文名字叫朱德香，英文名字叫 Betty 林。我和我刚过世了三年多的先生林继宏，在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这里做礼拜。因为最近我的大女儿从东部又搬到 Madison Wisconsin， 有个小女儿在芝加哥，所以我相信我以后大概至少每年都可以来这里做一次礼拜。我也很高兴看到很多我还认识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谢谢。就是欢迎姊妹又回到我们中间来，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互道祝福，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上帝赐福你。那我们下面一起来诵读上周的经文。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103篇11到12节。
本周经文我一起来诵读。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喜的悦，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拉记第二章第二九。然后下面那个牧师来有一些报告给我们。所以在这里哈，继续的哈，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因为感恩的季节，我们用感恩的心来传福音，当你觉得你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会催逼你，你就会愿意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的动力，也是秘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教会特别准备了卡片跟邮票，请大家寄给教会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有配偶还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来表达，首先表达我们向神感恩的心，还有我们教会对他们的爱，所以请秀慧姐妹哈，秀慧姐妹那边有很多的卡片跟邮票，现在正是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哈都能够把心中所想的你要特别要为他祷告传福音给他的，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或是下一代，请好好的写你的卡片。好，这第一个报告。第二个报告呢，请继续鼓励大家参加这个嘉兴的恩爱夫妻营，因为这个时间就快到了哈，这是报名的这个尾声，12月9到11号。我听同工讲说，芝加哥已经有超过400对的夫妇参加了，所以表示怎么样？这一定是很有果效的，有时候我们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嘛，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平常就有操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恩爱夫妻营，帮助夫妻平常就知道怎么沟通，化解冲突，同心同行，尤其这一次地点就在我们这附近，不过就是必须要3天2夜，就是必须要住在营会当中，我上次有特别讲过，如果你想看到圣灵的作为的话，我相信你可以看到的，圣灵大大的会作为，让夫妻之间让他们的生命改变，透过许多的见证，许多的分享，没有一些不是只是理论的教导，这边特别讲一对夫妻，他们20年，他们要是早20年的话，参加的话，不只是自己的婚姻生活更美满，对儿女的教育也会更加的完善，所以请能够参加的人，其实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甚至年老的。我曾经师母跟我在服侍的时候，有60岁以上的夫妻都有人参加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只是我经历过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时间可以参加，你一定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在这个聚会当中。好，这就是我的报告。好，谢谢牧师。那么拆船宣教方面，请这个任县2023年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的机构，拆船小组会将这个任县表格发给大家，如果没有收到的话，那可以和这个拆船小组的同工联系，愿神亲自感动你，回应主的呼召，为神所交付的大使命献上心力，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阿们。那么今天，主日下午，1点半，邀请粤语小组，和牧师和师母有网络小组分享聚会。那么有第6课，说他要做见证，那这里有这个聚会的这个 Zoom 的信息。下一个。那么，在岁末，关怀部，在
十一月四个星期为教会的牧者和受薪的同工发起了岁末感恩爱心奉献，感谢他们在全年中为教会的服事。今天是最后奉献的最后一天，那么在大家在奉献的时候请注明圣职爱心奉献。那么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在12月28号到31号进行，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不能震动的国，那请大家这个如果有感动请踊跃报名参加，可以到芝华宣道的网站可以查看具体报名的信息。然后我们教会是采取自由奉献的形式，那么奉献的支票可以大家写好投在后面的奉献箱，也可以通过网上这个Zeller Pay 来进行奉献。那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默祷之后散会。